大家好，我是刚刚马古龙。这个是远处的。哇，这么远。今天是这场所以未来的气氛就是然后现在我们这里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在我们两个走在路上在那个吃饭就很多那个快乐的朋友然后跟我们打招呼啊讲到看来你要拍照，我们当下真的蛮开心，因为他觉得我们是他们的一份子，同胞，对对，他们的同胞，来来来，我来聊，然后那我们就回应，哎，那是 Popking 还有 Baby Body 吗？好，下一首就要叫什么？下次我问李安，你喜欢 Baby Body 吗？这不是啥？我在讨论事。Thank you.